在教育界里面，每一年，我能够持续的，就是讲说，我们这个教育机构，我们的 team， 是 MRCA&S 啊，我们是个公立院的，啊，还是秉持着这种，尽我们的所能呢，去关爱弱势群体，选，我们还是选，方圆里面最靠近我们的，所以今天我们又来到这边，那希望说我们再设定一个日期，我们不能做什么大事，我就想说希望透过我们的每个院长的通力合作，我们去呼吁我们的家长，我们的 parents 啊，把爱传下去。对，啊，这个对于这个社会上呢，温情满满的，问题很多，对，对，这弱势群体还是。值得我们去关注。对对，其实呢，我们要管理一间中心呢，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也可以说，除了耐心和爱心之外，也更需要大众的帮忙，才能够持续下去。的确，因为这个是没有大老板去支持，对，然后也很感恩。Mr. R 一直持续到现在，从2014年成立到现在。对。然后院友呢，陆陆续续，时间到了，他们撑不下去就离开人间。对。然后这份实在很难去说，因为不是普通人去能够接触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爱的中心活动。对。那我们讲说。今年我们又来了，希望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 teamwork， OK， we hand in hand， 我们心手相连，看我们能够支援什么。那到目前为止的话，是一个事实。那我们也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回归弱势群体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啊，能够一起家长还有家庭再传出去。对啊。今年宣传的今年的话，面对最大的问题，物资永远是的。刚我大概走了一圈，看他们说我是刚才是有点情绪啊。这之前来的我看到的已经离开了，对，厨房还是老样子。嗯，那现在讲说，刚听到娟姐说，有时候一天的三餐，对，也在烦。也在愁，所以就透过电话拨一拨善心人士。所以刚才我很感恩的，我们第一次2018年有位家长，他的孩子是毕业的，他还是每个月会送食物菜过来，是吧？对啊，所以我也希望说，在这边呢，预请所有的家长，如果是你能力上面允许的话，每月不要说每月啦，过年过节。到中心来做些援助，我们的确是不能嘴巴讲，行动两样，真的行动。那娟姐有特别大的请求吗？其实我们中心呢是每个月都要面对着资金的问题的，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难处。这个屋租是Mr. R 本身的还是要给租金的？之前呢我们是要给租金的，那时候是一个月4000块。但是因为屋主要出卖这一间屋子，所以我们就在面子书那边呼吁啦，想出这笔款项把它买下来。落实了。什么？是买下来了。善心人士就是对，因为善心的安迪啦，他就看了 Facebook 之后呢，他就决然的把这些物品买下来，送给我们了。哎，真的很感恩这个。那除了不要去抽租金，所以大德大爱还是有大的回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呢，水电费啦，员工的薪资
金呢？目前有几位员工啊？包括我们白姑啊，就是说外劳啦，外劳是五位，两个是五位，我们 officer 是两位。哦，就是 Mr. Al 跟你。没有，我还有一位同事今天休息，他没有过来。处理 office 的事情。对，处理 office 的事务啦。是有进步，我们希望来了会有更多的大进步。对，我也希望。像我也是很感恩的那些外劳人士，印尼人哈、哦。啊，印尼。他们也能够屈身啊，叫屈身、啊把他们的时间、精神、爱心放在这里，选择在这里，也是一个缘分。也是一个缘分呐、啊。而且他们真的啊，我也要感谢他们了、啊，在这里啊、哦，因为有了他们这一班员工的帮忙啊，我们的中心呢、啊、看起来，就像一个大家啊，一个大家庭，孩子也照顾得很好，地方也打理得很干净，所以几乎每一位瘫痪或者是有自闭、有过动，还有自虐的，对吧？对啊。所以每一个都是不能够自己的去治理自己的卫生，对啊，吃方面也是，所以真的是需要一个很热衷这种温暖的心，所以也很感恩娟姐这样子一直带领着他们。我也是尽我自己的能力了，我也希望这些孩子正如我所说的。所以现在是今年是有28位啊，最小的3位，最年长的呢？最年长的有4位，就是五十到五十九岁，50到59岁，中间都是几乎是成年。哦，我们第一次来是比较多年长的 ，above 60岁。所以有时候一个 MCO 之后，我记得2011年我也曾经来到房还戴着口罩，对，我们第一次看，所以我那时候因为是 MCO， 大家都是在人心惶惶之下，对，那也度过这个大难关。接下来的话，只要说也很感恩 Facebook， 对的力量，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几乎我。如果是熟悉的会弹出来弹出来就看到，哎，尚德嘞，我曾经当过那个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选择不同的如果是有要求的话，我们就尽我们的一份勉力了，还是预请大家能够对弱势群体晚来跟付出行动。